者罗清真屏东报道，鼓励民众健走强身。屏东县卫生局举办健走串联活力旺乐活屏东系列活动，今天14日上午在屏县来一乡登场，超过500位民众扶老携幼从丹林社区出发，沿路有部落人文导览解说，途经农夫果园、部落市集，民众大呼很值得。来宜乡部落健康营造推动委员会主委潘正义表示，丹林社区为原住民台湾族聚落，海拔160公尺，走进丹林社区，沿途的彩绘壁画有浓厚的台湾族气息及信仰，透过活动可让民众认识村民生活文化。健走路线接着研究丹林步道，由专人导览步行至眺望台，登高望远，并品尝部落栽种的原乡香蕉，另有部落市集供民众选购原乡工艺与特产，完成健走民众还有机会获赠龙须菜。屏县卫生局长李昭仁表示，健走是很好的入门运动，不需特殊装备，只要穿着轻便服装、运动鞋，达到鞋为流汗的程度，就是最好的中等身体活动。健走时脑部产生的脑内啡，还能够使人心情愉快，纾解压力。后续还有两场健走活动，分别于满洲乡及狮子乡举行，每个部落都有不同的特色，卫生局邀请民众场场参加，可拿好礼又护健康，详情可至屏县府网站查询。